我是说真的评分哦，真的评分，真评分哦，真的评分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那个真评分哦，442，对呀、啊，真评分。就是单次囚徒困境的话，一定都选独吞。但是，在这个漫长的游戏过程当中，还有无数次的博弈等待着我们。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，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，好不好？一起评分吧。我们选择帕雷托队最优，帕雷托队最优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啊，背靠背。我说三二一，两个人把手往天往上举啊。八个就稳了，八个就稳了，四个不稳，四个真的不稳。待会儿15个，大家一评分，你们就是后面的。八个稳了，八个拿了，八个绝对稳了。八个就稳了，八个就稳了，四个不稳。八个稳了，八个拿了，八个绝对稳了。我们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，三、二、一。天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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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现在有光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手别动，两个人，三二一，请回头。Yes。那你们俩先，哎，正好就直接评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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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哎，兄弟，兄弟们，哎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分给大家。帕雷托最优。